香港艺人陈爽2007年度国际中华小姐竞选季军，晒出一次与 TVB 一中宝妈艺人参加宋希年的 Baby Shower， 为姐妹们带上了礼物和福利，还有自己的新书，让宝妈们好好学习。其中出席派对的还有近期宣布怀孕的李亚男，还有高瀚宁、朱璇和宝妈胡杏儿，都是 TVB 一些比较有名的辣妈。橙色裙子的宋希年和老公还有一众宝妈的大合照，李亚男在后面探头的样子也是非常抢眼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出席派对的宝妈们颜值都非常高，李亚男和宋希年两位准妈妈中在中间是笑得非常开心，胡杏儿在一旁也非常安静。胡杏儿的名气算是最高的，但是和姐妹们也是非常玩得来，没任何架子，可想而知私下的人缘非常不错。近期怀孕中的李亚男也变得越来越有女人味，气质非常好，又光焕发的贵妇样子，现在已经全面进入养胎阶段。在外拍戏的老公王祖蓝也是经常回来陪伴老婆，圈内实力宠老婆的王祖蓝也是出了名的。看来李亚男怀孕的日子过得也非常充足，除了和好友聚会讨教生孩子的经验之外，也会出烹饪养生书籍、美女宝妈们的大合照。你们觉得谁的颜值最高呢？